支车。将车停稳，踩离合，挂空档，拉手刹，将曲力器转换杆放置水平位置，然后松开离合，打开支腿安全锁，将云梯支腿切换阀切换到支腿位置，通过两侧支腿四路阀操纵杆操纵支腿伸展与顶升至车身水平位置。将云梯支腿切换阀切换到云梯位置，按下云梯角度操作杆，调整云梯角度至80至90度之间。调整云梯方向至合适角度。确保两侧辅臂螺栓锁紧，调节云梯升降杆，调整云梯高度，云梯高度可通过遥控操作。云梯车云梯升降功能的使用。打开操作面板上的电源开关，遥控进控开关打到遥控位置，旋转红色按钮打开遥控器电源，打开遥控器信号接收开关，按下遥控器上的云梯升按钮，滑动遥控器右侧黄色滑键云梯伸展，按下遥控器上的云梯升按钮，关闭云梯升功能，按下遥控器上的云梯缩按钮，滑动遥控器右侧黄色滑键云梯回缩。调节云梯角度杆，将云梯慢慢搭靠到作业楼层窗台处，确保搭靠稳固，禁止云梯悬空作业或者搭配不稳固。二、作业，松开两侧辅臂螺栓，按下货斗操作杆，货斗下降带动辅臂落到底部，拉出货斗角度调节杆，将货斗调整至水平状态，复位货斗调节杆至锁死状态，摘下货斗安全挂钩，按下货斗操作杆，将货斗上升到辅臂与臂架结合处，然后拧紧辅臂螺栓，空车不加速，上下运行两次，看是否有障碍物或其他安全问题，确保没问题后开始作业。云梯车自动定位功能的使用。打开操作面板上的电源开关，遥控进控开关打到遥控位置，旋转红色按钮打开遥控器电源，打开遥控器信号接收开关，按下遥控器上的货斗下降按钮，
滑动遥控器右侧黄色滑键或斗下降。当或斗到达下定点位置时，找到车辆控制面板上的上定点、下定点摇杆，将摇杆打到下定点位置。长按下定点开关至指示灯闪灭，下定点定位成功。按下遥控器上的或斗下降按钮，关闭下降功能。按下遥控器上或斗上升按钮，滑动遥控器右侧黄色滑键或斗上升。操纵货架上升至上定点位置，货斗到达上定点位置后，将车辆控制面板上的上定点、下定点摇杆打到上定点位置。长按上定点开关至指示灯闪灭，上定点定位成功。按下遥控器上自动、手动按钮，关闭货斗上升按钮，打开货斗下降按钮，货斗自动下降。关闭货斗下降按钮，打开货斗上升按钮，货斗自动上升。三、收车。作业完毕，将货斗降至最下端，挂好安全挂钩。松开两侧扶臂螺栓，按下货斗操作杆让小车上升，带动扶臂收起，扭好两侧扶臂螺栓。操作云梯角度杆将云梯抬离墙面。操作云梯收缩杆，将云梯收起，或通过遥控收车。再操作面板，关闭电源，旋转云梯平台，调整云梯角度。将云梯放置到支架上，将云梯支腿转换阀调整至支腿控制方向，按下支腿操作杆收起支腿。关闭支腿安全锁，最后上车踩离合，将取力器操作杆搬回原位。以上内容仅供本公司云梯车教学参考使用，具体性能参数请详细阅读说明书。